搁这给我添俩呀。有。嗯，给我添俩鸡头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这鸡头啊，下酒名菜啊，太好了。红烧鸡头。添几个？一等啊，添俩够了。这我一个人吃不了，老光棍儿，47岁的老光棍儿。哎呀，4.6，4.5。行，这家真便宜。说的是17。太好了。鸡脑袋下酒名菜，你找啊，你别着忙。观众姥姥姥爷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您的满意我才能幸福，您稍有不满我深表遗憾，欢迎在视频下方多提宝贵意见，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分享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感谢铁杆粉丝的支持，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，谢谢。姐妹父老乡亲们，哎，我老光棍啊又回来了，太难了，都是眼泪了，兄弟们呐，哎呀，现在呀是啊，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啊，这不是啊，买了点便宜的鸡头，还打着打着几个硬币，还有几个易拉罐，30个易拉罐叫我卖了，哎呀。就混了这一对儿，这是赊的大老散，哎，怎么办呢？都是眼泪了，吃酒吧。哎呀，4.5买了2斤多的鸡头，实在没旁的吃的了。这鸡头啊也下酒吧，也是属于下酒名菜啊，红烧鸡头。哎呀，先吃口苞米碴子吧，没办法啊。才睡醒啊，嗯，哎呀，喝点大老散吧，哎，看这酒，看这酒花，这赊了3斤的酒，10块1斤，正合我的口味，不远不硬，42度，吃酒吧，都在酒里呢。尝这鸡脑袋怎么样？我太难了，兄弟们呐！啊！现在呀，班肯定是上不了了，因为呀，马上到年干着了，所以说这班也上不了了。我寻思这开春啊，这找个地方打的工，打的零工，看有没有雇打更的。嗯。入味了，
喝点苦酒吧，兄弟们呐。哎呀，这是没办法啊！哎呀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这怎么办呢？你说呀，哎呀，现在呀，虽然没有钱呢，但最起码我还有房住。哎呀，现在呀，我就盼着天上啊能免费掉点下酒菜啊！哎呀，这钓只烧鸡该多好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来口大葱吧，嗯，这过年呢咋过都不知道呢，现在呀是混的是兜比脸还干净啊，没办法啊。4.5元买了2斤的多的鸡头，这不也弄个肉味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没办法，都是眼泪了，兄弟们呐，眼泪呀止不住的流，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怎么办呢？开春脑子脑子再说吧，凑合过一天算一天吧。现在呀，基本是一天杀饱不定多少个倒了，困了就睡呗，睡醒了接着吃，吃完了接着睡，要不干啥去？没啥事儿啊。这小酒还行了，正合我的口味，不远不硬，42度。有人说呀，你这个肯定是假酒，这不是假酒，我出门马上叫车。啊啊啊！什么都不要说了，都搁酒里呢。我是不撒谎，我说酒就是酒。哎呀我的妈！整点下酒菜吧，这点鸡头啊。喝好了能喝3顿酒，嗯，我太难了，兄弟们呐，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呀，我太难了，也没人管我，现在你说说怎么办？你说啊，也没人管我，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。喜欢炒官的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。对老光棍的困惑有啥评价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我是炒官，我们下期见。感谢大家支持吧，兄弟们呐，都是眼泪了。慢点咽吧，细水长流吧，省着点喝吧。反正就这点酒，喝完就拉倒，喝完兑点水，这逛着逛着还能对付一顿，没办法啊。哎呀，难呐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下期见吧，兄弟们呐，抱歉了，支持吧。